精神科医生，是陈国栋先生，咁简称啊 Blues， 系 OK 你好，系 Paul 你好，你好咁啊，咁但系咧，我哋讲案件之前咧，头先你问我有冇交趣啊嘛，简短啦，如果唔系，呢、這个都点解啊？点解？因为系我哋暖场嘛，一嚟，咁系系啦，咁系二嚟，我谂即系交趣亦都系即系好多听众嘅心声想听，咁严重噶，啱下。原本系你我嚟压时间嘅啫，平时我喺屋企听嘅时候都系好期待呢个交趣咁样嘅环节。点解我即系等于咧，我卖豉油鸡咧，哥哥你净系买豉油酒，冇人买鸡嘅。诶，我平时有时叫啲海南鸡饭食咧，其实主要系。佢嗰啲豉油嚟嘅，攞個豉油嚟，即係嚟買豉油嘅，好咁。